哎，你们更关注杨幂的脸还是演技啊？我觉得现在真的到了一个杨幂流量妆花的尴尬期了。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星系完全能看得出来她在戏路上的蓄力，然后宣发上也是一如既往的用力，但是呢也真的能看得出来她的尽力了。因为观众并没有对她所谓的演技买账，铺天盖地讨论的还是绕不过杨幂的颜值状态。等我一下，颜值锐评来了。这次面部出现的是真性衰老的典型问题，比如说眼周皮肤开始干瘪凹陷，又由于皮肤弹性下降，在做表情的时候纹路就变得特别的密集，且散射状的聚集在眼底上眼皮，这和年轻人生理性的表情纹是截然不同的。还有就是杨幂多年来的中下面部的老问题了。她早年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啊，骨骼结构拆得太狠了，支撑又太弱，几个体积比较大的脂肪垫基本上都撑不住了，因此她的法令纹、口角纹就格外的明显。回忆一下，杨幂是不是不断在崩回春这中间来回摇摆的，其实就是这几个部位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年不断反复的这些老问题啊，因此高科技抗衰过度的痕迹在杨幂脸上也是最常见的。严重的皮肉不贴合，尤其是在口周和颧骨以下，总有一种肉上去了但是皮却堆叠在下面的感觉，这是皮肉各个的主意啊。而大部分的回春瞳稿，也就是这些纹路和堆叠下垂的痕迹，要么被磨平了，要么消失了，仅此而已。所以这些无非是皮相上再正常不过的衰老痕迹了。这些东西我们要看不见其实特别的容易，高科技保养一个呢，咕咕咕咕咕是一回事儿，拍摄时候打光调好点，或者后期修图做的精细点，都能状态天差地别。我做自媒体的，我太清楚了。甚至睡眠好状态饱满也会有颜值的变化，摄影机就是这么的残酷。但是为什么对于杨幂来讲，比起其他同时代的女明星，她面部只要衰老了或者状态回春的落差总是这么大，甚至占据了我们对她这个人所有的注意力。这个问题今天给你掰开揉碎的讲，注意听，因为她要从脸和心理两个角度来说。先来说脸啊，咱们先看这两个时期的杨幂，你们先来猜一猜哪个时期的拍摄时间更早。这两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是啥？脸虽然一样小，绝对这面积是不是差不多大，但就是觉得这个脸更短，这个脸更长，甚至更往下延伸。但当我们把市面上那些被常规认为会让脸变长的压单位真正一比一标出来做对比，比如说人中，比如说鼻子，比如说中庭，会发现根本没变化。然后我们把它左右颧骨和上颌骨交接点一直连线到下巴底端，就会构成一个明显的三角形。它能明显的看出来显老版本的杨幂三角形的底端距离更短，而向下延伸的就更多。同时再把这条连线和其垂直的线做夹角观察其角度，就会发现这个显老版本的杨幂是不是明显角度更大，这就是真正面部比例的变化。整个面部的支撑力线从均衡向内集中变成了更陡峭的、更不稳定的向下延伸，开始摇摇欲坠起来。这其中如果再配上方向向下的纹路，比如说长点法令纹啊、泪沟啊，那整个脸变长变垮的视觉效果就会更明显。但事实上呢，这就是自然衰老带来的真相。我们每个人的面相结构会因为衰老而变得不再稳定，这个变化赵丽颖、 Angelababy 全部在这些年都出现了。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为什么就那么关注杨幂呢？这就到了传播层面。我先来揭晓答案。这两张被我们用来对比杨幂不同时段的照片，看起来那张更年轻的其实反而拍摄时间更靠后。咱们再来盘一盘啊，同期的女明星只有杨幂特别热衷于颜值回春型的内容宣传和自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妆发造型、打光后期、高科技，来呈现那种从来没老过的年轻状态。但是要知道这些人为方式本身就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我相信杨幂每一次都做好了要以最好状态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准备。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路人，咱看到的那些物料质量真的就不那么一定了。我们习惯性的用她每一次的崩和回春的照片和视频来评判她真正的颜值状态，甚至去神化她做的那些高科技项目有多牛。例如比如说啊，相比起赵丽颖的眼纹下垂、 Angelababy 的面部结构崩乱，我们反而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杨幂的自然衰老。而她自己每一次在有那种崩的新闻出来之后，也很热衷要出一个自证年轻的物料。粉丝们一边在崩的物料下面说，哎呀，自然衰老很正常啊，大家不都这样吗，一边呢又在回春视频下面欢呼姐姐永远不老。倒退回七八年前啊，结婚生子但却依旧能创造和营销少女感热搜的杨幂，已经注定了如今的她就会进入到一个大众对她颜值期待值严重歪曲的舆论境地。事实上在现代科技的加成下，咱们这一代的中女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抗衰成就。你不信的话，去找找你妈妈三十多岁的照片，你再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我们这代明显更显年轻，更看不出年龄。但是我们依旧习惯于拿着放大镜去观察中女演员，不是感
感叹他们老得慢，是期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老过。现在的杨幂正是人生另一个上升节点，是作为女演员，作为能被几代观众永远记住的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节点，换句话讲，只此一搏了。而以这个节点起飞的关键，就是杨幂再也别回春了。